情人的眼中，祈求望不见清晨，你不醒，我偏要是一个命份，但留低你身，能留下一线负心，你不要，但却问我会不会等，天下浪子不独你一人，你何妨说有缘没有份，天下若这不是只得我，仿佛到处也是寂寞情人。离离分分，无人望得见伤痕，我不讲，我不说，是否有人问，难留低你心，仍然为别人动心，既想爱又要恨，我要不要忍，天下浪子不独你一人，我为何要爱完又要恨，不是认真不用这么远，仿佛这个世上并无情人。这半生，谁才是等我的人？有一次，爱一次，是否已无憾？为何身贴身，仍然是莫名陌生？你不说，让我问，你会不会真？天下浪子不独你一人。你何妨说有缘没有份，天下若这不是只得我，仿佛到处也是寂寞情人。唔怪之得我点解之前唔用呢个版啦、啊，原来佢个音乐系怪怪地嘅。点解？我心谂点解会咁样嘅？唉，激死我啦！好啦，下次搵个版呢、這个 blacklist 咗佢先呢个版。唔系佢怪怪地啊，唔知点解。多谢多谢 Ray B， 多谢你嘅 super chat，thank you。下次要找个可能看看 YouTube 有没有个版本，在 YouTube 找个版本去唱。这个 App 的版有点怪怪的。好了，首先小米又要追到戏都咳了，是啊，没错啊。有点赶啊，追回时间，没错，所以我们要很快这样就读了大家的留言，看了大家的留言之后呢就要即刻要唱。呢、这个是拖拖版，系咪啊？系咪觉得有啲问题啊？即系唔系我有问题啦，系真系音乐问题。我真系唔系跟足拍子嘅，点会咁样嘅？好啦，冇理佢啦，时快时慢啦，怪怪地，所以要跟佢好辛苦啊。唱多两次应该好过小线系嘛？多谢小福星。中间拖系第二段啊嘛，中间好似塞车。喂，这个表达得挺好啊，好像塞车啊。好，那么
咁啊，之前嘅點唱歌咧，除咗阿 Daniel C 嗰首之外咧，就其他都唱完噶啦。嚇，咁就我哋而家咧就唱一啲咧而家嘅一啲即時點唱。咁但係我發覺咧，原來即時點唱入邊咧都有一啲已經係唱咗噶啦，即係早前點咗歌嘅，大家都已經喺呢個 list 入邊啦。咁我哋可以扣走咗兩首之外咧，咁啊仲有其他都唔算太多嘅。好。好 ，Raymond 哥食完早餐翻嚟未？如果未咧，咁我就唱咗其他人先噶啦。阿先，啊，咦？呢首歌喺边度咧？喂 ，Danny，Hello。冇女仔扮嘅，撈撈撈。好 ，download 緊啦，等等啦。是啊，有氣咳啊，條氣又不順啊，又不多順啊，條氣。我哋呢班打工仔，通街走的直頭係又為腸胃，揾個寫笑月月底一點夠使。確是認真實際，最弊波士欲跌發威，一味對主題不是一亂禮費。喂，我唔記得咗呢、這個咩啊？噏親加薪係嘛？等先，我講低少少個 key 先，太高了。半斤八兩。OK， 我哋再嚟個。我哋呢班打工仔，通街走的直头系又为肠胃，搵个写笑到月底点够使，确系认真实际。最弊波士欲跌发威，一味系说系唔系一乱礼费，噏亲加薪块面若那向恶鬼，你就认真开胃。半斤八两做到只积咁嘅样，半斤八两湿水炮仗啊点会响？半斤八两旧姜揸支枪去抢，出咗半分力想话攞翻足八两，家阵恶稳食边有半斤八两咁理想？吹着我哋呢班打工仔，一生一世为钱币一做奴隶。嗰种辛苦折堕讲出客鬼，咪话冇乜所谓。半斤八两，就算有福都冇理想。半斤八两斩过六岁六猪枪，半斤八两计税咁多点够得？出咗半分力想话攞返足八两，家阵恶搵食边有半斤八两咁理想？吹胀我哋呢班打工仔，一生一世为钱币一做奴隶，嗰种辛苦折堕讲出客鬼，咪话冇乜所谓。半斤八两先下板。
喂，讲开许冠杰啦，我就真系好开心啊！我真系许冠杰演唱会 get 耶、yeah ！同妈咪去睇，好开心。搞笑版，喂，嗰几只字我真系读唔到啊！即系我哋咧，等阿许冠杰咧开演唱会嗰排，我哋再唱下许冠杰啲歌好嘛？四月啫嘛，我哋揾一集唱下许冠杰，真系真系恶揾食，恶唱啊，唔系恶揾食。我买到啊，你知唔知道我系伏住喺度噶？即系咧，我可能系第一批，我唔知系咪。跟住总之咧，我咧就入去城市售票网啦嗰日，跟住咧就九点几咧，我就已经抱住喺嗰度噶啦。因为阿妈咧四月生日嘅，咁我就谂啊，阿妈又中意许冠杰，佢又生日，不如我就请佢去睇演唱会啦，咁啊等佢开心一下。因为上一次咧，我记得谭咏麟同埋许冠杰咧开嗰次演唱会咧，我哋都有去睇嘅。咁啊，然之后咧就好开心啦咁样。咁我妈妈就话好啊，去睇啊，边度睇啊？我话喺红馆啊，哇，好啊，好啊，去睇啊。咁我就去买啦。咁一十点一开卖嗰下咧，我即刻冲入去啦。咁啊，然之后咧就买啦。咁啊，买连位啦。咁啊，拣咗个位咧，我觉得都可以啦。咁但我想再靓啲，咁我不停喺度洗啦 ，hold 住咗我两张，不停喺度洗啊，睇有冇啲。跟住洗洗下咧，佢冇连位俾我买啦，已经佢话，即系可能因为好多人拣紧或者点样啦。已经冇得俾我买啊，买唔到连位啦。跟住 ，Oh my God， 买唔到连位。咁好重，我之前咧系 hold 住咗两张喺度，可能个个都好似我咁 hold 住啦。跟住咧，咁我就买咗连位啦。咁啊，嗰个位都 OK 嘅，我觉得啊。咁啊，系啦，咁啊，好开心啦。咁样系啊，我嗰日就系同阿水晶妈妈，我嗰日就系同阿水晶讲啦。跟住我喂，许冠杰开演唱会今日开卖，你阿妈会唔会睇啊？咁讲。跟住然之后佢就话啊，妈妈可能都想睇咁样，咁所以佢就即刻问你咯。系啊，买到飞啊，好开心！系咁耐以嚟，我第一次买到飞，唔系今年咁耐以嚟，由今年开始啊，2023年开始啊，第一次买到飞啊，好似疫情到而家都未买到演唱会飞啊。我告诉你我看几号的到时你就知道咯，我到时告诉你知道，我不会被你撞我的。好，跟着然后呢许冠杰的歌词今时今日拿回来听到很有意思，其实是的，是的，他是即是他的歌呢是很正的，所以呢到现在呢都仲有人听，就系咁解。系冇错，380同埋880，我买咗880嗰张。唔系，我真系觉得一样嘢，即系许冠杰都咁大年纪啦，系咪？即系唔知佢仲会开几多次噶嘛，系咪先？虽然我之后可能会再有开嘅，咁但系我觉得即系。已经咁年长咧，即系睇得一次就笑一次噶啦。咁所以咧，如果要去睇咧，即系俾多少少嘅支持咧，都系一件都唔系一个问题嚟嘅。吓、咁再加上嗰位应该都唔差嘅，即系都属于系前面嘅妈妈，应该都会开心。平民价钱高级制作。誒咪噶，佢380蚊嗰啲飛，可能好多已經係已經係內部認購定優先訂購嗰批已經冇咗啦。即係其實你入到去個畫面咧，好多都變咗灰色噶啦。咁我真係好彩地可以買到前面，不過唔係太前嘅 ，OK 嘅都。阿咪家陣惡揾食。你又买咗睇又买，睇下系咪同一日啊？到时睇下见面到啦。好啦，水晶妈妈第三次睇佢，我第二次啫，我就唔算话即系睇得太多次嘅。好啦，跟住，头先系咪有新嘅点歌单啊？许冠杰开演唱会好难得系嘛？
所以我知道佢係有演唱會開咧，我就第一次，即係我即時咧，我係好想去買嘅，咁我就抱住嗰個時間去買咯。我揾翻啊肥仔嗰個更新點歌先，去咗邊度啊？喂，太多留言揾唔到嗰、那個肥仔，你介唔介意打多一次？我揾唔翻。我找不回你的哎呀是不是这个是这个。OK, 好。真依是不是在这里多谢 Danny 的 Super Chat 啊，我刚才 skip 了看不到 ,miss 了。多谢你的 Super Chat 啊 ,thank you。呢右边面又好靓，好想上，咩意思啊？右边面左右呢边，好啦。错歌词添，得你就。湿风中的发端，低诉细雨路遥若困倦，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，悠悠流转随路转，偶遇山中转数圈，一片远远渐黄落叶，荡向清鸡之中早飘远。少此心乱，今天今天，随着云烟渐远，听听鸟语，静望雨丝飘远，悄悄的风，赠我衷心祝福一串。细雨路遥若困倦，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，悠悠流泉随路转，偶遇山中转数圈，一片远远渐黄落叶，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。啊，送你送你，祝福永不断。轻轻的飘，寻觅无边路远。借那鸟语，路上细天温暖，拜托清风，奉上衷心祝福千串。啊，送你送你，祝福。
断，轻轻的飘，寻觅无边路远，借那鸟语，路上细天温暖，叮嘱清风，奉上衷心祝福千串。托清风，奉上衷心祝福千串。嚟自我哋真嘢一首嘅点唱歌啊，咁啊有祝福啊，咁啊佢就话将呢首歌咧送俾佢嘅朋友嘅啊。魏光章就话咧，期待小米个人演唱会啊，1000蚊张飞都去睇啊！哇，如果我要收到1000蚊一张飞，个场应该会好大啊，我都想啊。但系个场会好大嘅时候，即系会好多人嚟睇啦。但系如果个场唔系，冇咁多人又唔会攞咁大嘅场噶啊！诶诶，一阵瞓觉先，继续发梦吓。OK， 好，好啦。诶，呢个系咪更新版啊？哦，唔该，肥仔吓。许冠杰74岁啦，诶，三明哥话系啊，所以佢开演唱会咧，即系诶。佢开咧，我觉得我应该都会睇，因为第一妈妈好中意啦，咁、啊、所以再加上真系佢唔知会即系笑得一次就得一次噶啦，即系，所以咧我都会去睇嘅，除非买唔到飞嘅啫。咪国语版都好正噶，未听过你唱国语版？国语版系边个唱噶？我系咪？诶，我未唱过咩？好，跟住然之后咧，嗯，小米印住卡都唱得咁好，厉害系嘛？多谢，多谢 Danny，thank you。小米好好听啊，祝福。好，系啊，知道 Dominic 生日，等多阵好快吓。Hello， 哎，我哋有一位新嘅朋友啊，点样读啊？你个名 ？Chin。Chindra， Chindra， 系嘛？唔知道有冇读错？你好啊，小米80有3啊，比许冠杰更加老，冇错，我系80有3，女方都系3月开演唱会啊！我知道啊，呢、這个佢开埋未？好似未开埋喎，佢演唱会。好啦，我哋要赶快啦。Raymond 哥到未 ？Raymond 哥翻咗嚟未？如果未嘅话，我又再下一首歌先啦。当麦你等多一阵吓，我知道你冇咁早瞓嘅。你谂定你想听咩歌好唔好啊？因为我唔想动我个脑筋啊，有啲辛苦啊，而家好唔好啊？不过要我识唱嘅话，你拣啲我唱过嘅好唔好？因为如果我未唱过咧，我怕我唱得唔系太好啦。哎，我仲开 YouTube 啊，黐线！未见，好，唔紧要，佢翻嚟话我知吓。
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，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。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，却成为猎人的目标。我飞上了青天，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。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总是睡不着。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，未来会怎样，究竟有谁会知道。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，我永远都找不到。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呀飞不高。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。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呀飞不高。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。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，你们好不好？世界是如此的小，我们注定无处可逃。当我尝尽了情冷暖，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，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，哪一个重要？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呀飞不高。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呀飞不高。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嘿呀，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呀飞，却飞呀飞不高。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希望冇人拍门啊！隔篱嗰度，喂，冇嘈啊！好啦，我写只小小鸟啊，又系富贵仔嘅一首点唱歌。
好啊，我见到阿坡同埋阿玲玲咧，都话要去搞搞住啦。晚安啊，两位，好梦啊，两位。好啦，阿 Danny 就话咧，今晚唔好唱太夜啦，十二点半好准时，十二点半叫准时啊，原来而家。我想可能十二点我哋都 offline 噶啦，差不多。如果唔讲得太耐，十点三前可能都真系 off 到。阿 Ring 话终于唱咳咳了啦，等咗好耐啦，系嘛？阿 Right B 话咧，下次揾多啲资料唱者，咩话？下次揾多啲资料唱者。先话你知哦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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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Dominic 就话咧，有冇最后的朱丽叶？唔记得呢首歌，《搜神记》啦，好唔好啊？《搜神记》我应该记得嘅。跟住然之后咧，祝福唱咗啦，系啊，冇错啦，祝福唱咗啦，真意。啱啱嗰首咋，即系少少鸟之前嗰首就系祝福啦。富贵仔就话咧，小米唱小小鸟咧真系超水准啊，好好听。明天喺支付宝支持小小啊，小小支持，多谢富贵仔 ，thank you， 多谢你嘅支付宝支持啊 ，thank you。杰明话：我哋好啊，我哋好啊，系咪去到啱啱第二段嘅时候，所以你就答我嘅问题啦。我哋好好啊。好啦，凤儿都话晚安咯，晚安啊，凤儿。容山中啊。中咗米嘅飲歌 ，Rabbit 话，果然宝刀未老啊！喂，我都有啲劣劣地啊，因为今日个喉咙又好痕咧，即系我惊唱唔到噶。不过都好彩地，即系完成得到啊！阿杰明就话咧，有啖痰嘅小鸟依然都系飞得好高，即系呢个有啖痰嚟讲，真系 OK 嘅，系咪仲？喂，紫蓮狼，唔識讀你中間個日文字啊！紫蓮狼啦，咁我唯有係叫你，嗨，你好啊！2017年小米嘅成名曲，係啊，因為呢一首歌就係我第一次啊，企喺旺角浪民嘅檔口唱嘅一首歌，第一首啊！哇，後面也很美啊，後面。后面我的头后面多谢 Eric 多谢你的 Super Chat，Thank you， 哦美音狼来了啦 ，Hello 你好啊，嘉伟话咩啊？有几多分贝啊？小米的楼上楼下几层都听到，好在未有人拍门啫，好惊香港人有人拍门啊！容山话大布蓝哥啊，喂 Sam 涛啊，喂 Hello 你好啊，虽系一只小鸟，但系佢好灵活啊，可能干燥嘅天气令你喉咙痕啊，我唔知系唔系咧，但系怪怪地咁咯。留到下星期六唱，留到星期六唱啊 ，Raymond 佢唔翻嚟啦，你问下佢翻唔翻嚟，你 WhatsApp 佢啊。肥仔，可能佢睇紧都未定嘅。你还在？凤儿话小米，我还在，到下播提早。我以为你要去休息啊，原来你仲喺度，你只不过同人哋打招呼啫，系咪讲晚安啫？系嘛？三明哥就话咧，有透听先听到，都行到你门口拍门，而家差唔多时间。你又啱喎，好啦，咁啊，我唱咗阿 Dominic 嗰首《搜神记》先啦，好嘛？希望我记得啊，祝你生日快乐啊！两个字要微音，唔系米会唔系？老人家一转天气通常都系啊，冇错啊，所以我就即系一段一转天气咪咳咯，冇计啦，我80有4啦，而家唔系3添啊，80有4啦，咁所以就
我可以一路 keep 住八十有三都得嘅，大家好记啲啊嘛，系嘛？喂，钟锦全 ，hello。